简安，不要在乎那些言语啦，就安心做个陆太太不好吗？不愁吃喝，想出版什么就出版什么，多好！好什么好？这是被包养，你知道吗？切，这可不是包养，这是爱的供养。更何况我们可是众人皆知的陆太太。什么陆太太？哪天合约一到期，你还不得老老实实回去写你的小说？苏简安，你要独立，要自强。研究他的小说，真可笑，不就是卖了自己隐私的人吗？是啊，要不是陆太太的身份，他算老几啊？我们要是找到这样的霸总老公，田宠文保证比他写的好多了。也不知道陆伯言看上他什么了，要什么没什么。是啊，当然没我们家璇璇姐好啦。现在的反派都不看电视了吗？说话也不知道换个地方。陆太太，可以了吗？嗯，可以了。请问一下陆太太，好多人都说您写的这本小说是写的您和陆先生之间的故事的，请问真的是这样吗？嗯，也会参考一些。那您和陆先生私下的关系如何呢？好像这个跟我的小说没什么关系吧。哎呀，参考一下嘛。那您和陆先生真的是青梅竹马吗？小说里面说的那个第三者是暗指当红明星韩若曦吗？韩若曦和您的关系真的如传闻中那样明争暗斗了很久吗？那您是用什么？陆太太，怎么了，陆太太？又在找灵感了是吗？